像，横要长有轻到重，像右上方斜行笔，竖画在横画的中间，要垂直，用垂落手点往上面靠，离横一竖要近一点，把下面空间留得大一点。这在中间写这个下横要长有轻到重，像右上方斜行笔，竖画在横画的中间，要垂直，用垂落手点往上面靠，离横一竖要近一点，把下面空间留得大一点。这在中间写这个竖的笔画，尺撇短小而平，竖提挡住撇的收笔的地方，向右上方提，横左低右高。这个横画向右上方斜撇短一点，竖画挡住撇的收笔的地方，不要写太粗，横折横要细，竖要粗一点，里面的横短小紧促，这个横画要稍微长，向右伸展，横折钩提按，向左下方斜行笔要稍微粗一点斜一点，四个点间距基本相等，往上面靠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把下面空间留大一点，抿口在左边的时候要小，要靠左上方，口的外形到梯形上宽下窄，不要写大了。右边的鸟字撇要短小一点，竖画挡住撇的收笔的地方，横折要写的窄一点，不要写太宽，横短一点，这个横稍微长一点，向右伸展，横着勾，横要细，提按向左下方斜行笔，对应完之后勾上去，四个点往上面靠，离横要近，间距要均等，前三个点是形态相似，最后一点方向向右下方，横笔等距空间留出来。